首先是保证你的模具装好，这两个螺丝先不要锁紧了，然后呢把这个装上，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到气缸手动这个位置，点一下气缸手动，然后把这个定位气缸点开，定位气缸，定位气缸点开之后呢，我们把这四个压炮板往里面靠，啊，靠到盒子就行了，啊，靠到盒子的时候，把这个螺丝拧紧。四边锁紧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四边锁紧，把定位器给拧回，啊，定位，然后看一下这个缝，看一下这里正不正，啊，不正的话摆正一下，然后把这两个螺丝拧紧。啊，拧紧之后，把气缸点开，电机手动，点这个70位也行，啊。要把铲刀装上去就可以生产了。全部都是英文的，你放心，它两种都是英文的。
关了。